晚清时期的贵妇照形象和电视剧相差甚大。图四，光绪皇帝的宠妃，晚清时期的新疆阿克苏边疆大员和家人的温馨照。照片中的贵妇人并没有多么的美貌，服饰与造容只是淡雅，只是以现代的审美观来看，实在欣赏不了。这张是晚清贵妇手持美人山的照片，举止优雅，容貌清丽，只是这三寸金莲看得都疼，却是那个时代美丽的标志之一。别再被电视骗了，这才是真实的晚清贵妇，形象与电视剧相差甚远。晚清贵妇人的侧坐照看起来非常的高冷，只是三寸金莲看着都疼。当时晚清的妇人裹足是常态，大多数不是坐着就是躺着，行动很不方便。三寸金莲四寸腰，珍妃、即刻顺、皇贵妃、瑾妃的亲妹妹，光绪皇帝的宠妃，她的姿色算是高得了。毕竟光绪的后宫漂亮的妃嫔真心少，看到这么活泼可爱、讨人欢喜的珍妃，光绪难免会宠爱之。统治中国近48年，中国皇室的铁腕人物，但作为女人的慈禧太后，也有对敬羞花的柔情一面。上朝前一定要在象牙雕花镜帘前细细打量自己一番，精致的妆容，华丽的金丝礼服，慈禧无疑是晚清最尊贵的贵妇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